大家好，我是一球晒了25个45K 的促销卡包。先来看画面中的93家顶配传奇全员挑选，这个三选一，不能重复的啊。需要先一套86，两套87和一套88，成本在小60万，还是有点贵。哈弗茨的附体卡也出了94的一个前腰，它有这个小皇冠啊，但是之前说应该会有绿线，不知道现在修复没有。之前没有是因为 bug。20多万，四花五逆，188的身高，主角左脚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。还有搓射和外脚背射门两个特技，速度94，控球95，射门93，耐力96，弹跳投球也是92、93。Inception 说这张卡就一般般吧，主要是几项数据啊都不满，所以你不管像什么化学啊都会牺牲一些，要不然就是牺牲控球，要不然就是牺牲射门。他这个身体模型啊，控球即便是99，感觉也不是太好，所以不需要连线和情怀的话就没必要做啊。挑战 SBC 75的总评，95的化学，会给一个活动代币，第41个，还差9个就出齐了。除了代币之外，还奖励一个不可交易的金卡全员包，24个球员，7张闪金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节目再见，拜拜。